同款拍照姿势。俊子今天从上海出发前往海南，身穿白帽衫加白短裤，这看上去像是哲瀚的穿衣风格，不像是俊的，哈哈。同时跟经典小心感是同一个机场场景。俊子在到达三亚后就消失了，没有任何路透照。谈一个领拍摄期间的旧堂，俊子在横店酒店的照片有一双放在旁边的筷子，看剧的平板 iPad， 尤其是放在后面的剧本，纸张中的句子用紫色的笔 highlight 出来，而哲瀚被拍到做标记的笔就是紫色，而俊子是用蓝色笔 highlight。 所以房间有人，哈哈，问就是睡过了。俊子在精彩 OK 杂志访谈中提到了生火堆的戏份，我们还处处要拍，要拍那个生火堆的戏，哦、是记不记得？好多场都生火，那也完，只要是夜戏就要生火，生火都用那个烟着，边那个烟熏的烫的，要咳嗽都还得说台词。你说这种场景其实已经热得狂冒汗了，都还要假装自己一点都热在烤火，好冷啊，在烤火。岭中生火堆的戏就是湖边清窗，美人卸妆的戏份，卸妆后的阿絮美若天仙，老温看吃的那场戏。还有俊对女生男生吃醋也是出自这场夜戏拍摄中的。如果我偷偷牵起你的手，拉着你悠悠坐坐一起走，在转身呈现完美的笑容，你是否会感觉心动？如果我踮起双脚带着抖，还请你轻轻吻我的额头，这画面太让人脸红，心扑通扑通。《山河令》真的是俊子一生中拍的最难忘的戏，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有他。本能躲闪 VS 一把捞过抱住，南通真不得了，哈哈，拍个杂志都遮不住大草莓，虽然已经尽力遮了，还是露出来了，笑死。